韩国中青南道大川市每年都会举行黎章祝祭庆典活动，今次更加同时举行2009亚洲 Dream Concert， 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旅客和韩流一族参加。当晚大会请来搞笑主持李秀根和李巴黎作为主持，更加找来中日韩三地的歌手同台献技，中国的代表包括男子组合阿里郎。日本方面就有男女混双组合 Paris Match， 韩国方面就有 FT Island 男子组合 2PM 同埋女子组合 The Vinci。焦点和高潮所在都是 World Star Arin 的出场，为了参加这个活动， Arin 更加由机场一落机，衫都未换，妆都赶不及化，就立刻赶到现场表演。드림 콘서트에 초청해 주셔서 감사하고요. 이렇게 나라를 대표하는 일이라면 언제든지 너무 감사한 것 같아요. 또 몰입해 주시고. 더운데 우리 세모님들이 보시기 많아요. 재밌으세요? 真是有咁啱得咁巧， Arin 一出场竟然落起大雨，但是仍然冇咗观众的高涨情绪， Arin 仲要落台同大家有更加近距离的接触，歌迷立即疯狂，差啲引起混乱啊。